在15000年前 大腿骨折是致命的，只能等在原地被野兽吃掉。但这根骨骨愈合了，它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。因为它受伤以后，有人为它处理伤口，有人为他提供水和食物，有人保护他不受野兽攻击。团结延续着文明的火种。15000年后的今天，又一根锻炼的骨骨摆在了我们面前。太阳系将不复存在。我的战士。We still have one last chance to be with our family, but igniting now is suicide. 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。如果成了，别忘了丫丫。妈妈。自古忠孝难两全。危难当前，唯有责任。我相信会再次看到蓝天、鲜花挂满枝头。